感想。我看见了，感谢房价，感谢房价这么高。不是啊，石家庄是河北，白狗，白狗不是有卖狗的吗？白狗那边做包的比较多，你看赖青，我去过那边。陕西的房子，西安不是限购啊？是吗？快了，死鬼快睡，还要环境。你坐，你不是？你说啥话？说包皮是什么鬼？先关注，还有客。死鬼，你糟老头子！小观众，这脸这样很无名，一会儿一定要把脸洗掉。那你说你这话说呢？急了拐弯了，一点都不直接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新街有个皮革厂，皮革城呗。反小奋斗。今天两个大老爷们，一个外烟生意，一个在外面找半天。跟你们家果儿好像，我啊，完蛋，我长得有那么百搭吗？一个在外县城，一个在外县天城，找了对方好半天，你就不会被指共享吗？对，皮哥，你还是姐妹，你别闹了。上回，你瘦子。新疆有个皮革城，还不忘初心。不是啊，不是，不是啊，怎么了？山河，一个说，山河哥哥啥时候来的？我才看见你。一个说外向城星巴克碰面，结果后面什么玩意儿似的来瞅我，来回找。我不需要。还有我，我看夜场姑娘，怎么那么笨？最后的最后，还有火舞，哼。啥你都想看。海涛。结了你一个小哥哥，没有，大晚上不是叫你明天不飞了，老抠，你说脸啊，我脸有点过敏。洗那么久，这是要洗多白？
穿不好，我们想要马上了，还是会被他陪。把号发过来，我加你，好了吧？按白子画，按人生，按舍得。不，说好了，按上转水转。你妹的！把你站起来看看，不站了，把一些长姑娘。这么有魄力吗？现在又不是前几天的你了。安飞车，哎我的妈，脖子好疼，还五分钟我就下了。规矩不能破，你埋汰我是不是？安飞风，想念翻滚如浪疼，最后怎么有滋啦滋啦声？最后的最后，不过是一场。什么是什么？不知道。白小风。你别笑，你笑吗？我可完了呢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
谁说话？这表情是谁啊？这么逗？你瞅给你急的，妈猴急猴急。喜欢主播点点关注，你睡觉呀，好梦。